嗱，點解我喺度彈呢啲嚟咧？因為我真係我哋永遠咧唔好俾年齡限制自己。咁我哋講開啦，彈吉他呢樣嘢，因為我網友上嚟，咁我諗佢都六啊幾七十歲㗎啦。咁原來佢退休之後咧，咁樣都跟我哋去馬來西亞嘅。他才可以學 saxophone。咁但係而家已經是考咗八級啦，就攞埋個唔知咩表演咁樣㗎啦。有心唔怕事。其實老實講，我同大家講，樂器係一件咩事呢？我有另外一個網友，你又識佢嘅，佢夾 band 噶，話齋。我哋毫無天分嘅一個人，要講毫無天分，只要你肯練咧，係一定可以達到某一程度嘅業餘水準而見得人嘅。即使你好有天分，你都係要練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我就唔夠練得多，因為我講我哋個網友啊 ，saxophone 嗰個咧，佢就退咗休之後一日練三個鐘，咁我一日都係練一個鐘到嘅啫。係啊 ，OK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其實我亦都企圖咧啊，會係拍一段片，真係係用揾我自己彈一隻歌，彈曬成首 ，OK。咁我又要求高，我又奄尖。同埋咧，其實我平時咧，我喺度彈你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其實都唔係幾根拍子嘅，大概係咁樣嘅啫。我就唔使開拍子機嘅，因為我啲音樂感都 OK 嘅。咁你其實咧，我一唔滿意咧，我就停啦。就係、是、呢個就我表演嘅時候咧，即係我一個 kick， 其實你哋未必聽到嘅。我覺得 OK 好啦，即係譬如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咧又要再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要繼續招我哋嘅第四期嘅進修班。咁第四期進修班，我商量過啦，同阿二。咁我哋又會教兩隻歌啦，係嘛？咁上次咧，其實咧就我哋第三期嘅進修班咧，就學咗榮光，不過學咗兩個 version 嘅，即係兩種彈法。一種咧就係 chord 咧就好容易嘅，一種就 finger style 咧。其實我自己係中意彈吉他嘅，即係用 fingers 嗰種多啲嘅。OK， 但係當然係難好多啦，係嘛？數 chord 就容易好多啦。譬如我哋。哇！我支吉他原來咧，我而家喺度 tune 一 tune 嘅時候咧，屌你個 E 又變咗 F， 屌你個 B 又變咗 G， 唔撚怪得啦，因為頭先可能跌一跌過啦，我平時都成日 tune 嘅。咁係咩歌咧？咁我哋如無意外咧，呢一期咧，咁我哋會學兩隻歌，其中一隻咧就係十八啦。咁我知道大家中意呢啲歌嘅，亦都易彈啦。頭先嗰隻，咁啊，今次咧會集中個焦點咧，就當然咧喺個 backing 嗰度啊，因為之前我哋係少涉及呢啲嘅。我都係當然啦，啲人咪彈極都係咁，唔知點解我一個鏡頭顧住講嘢就咁，其實真係要靜心咧，真係靜心彈。係，我哋揾一陣咧靜心，我錄住嘅話，聽日我錄啦 ，OK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報名啦，冇加價，十堂1700蚊，OK， 即係第四期嘅班。喂，我完全冇底喎，咁啊 WhatsApp 我哋 WhatsApp 我啦，報咗名先 ，OK， 初級班，咁啊睇下啦，初級班就。四人成團，OK， 四個人，因為其實阿二咧，佢自己就一個人都得嘅，佢冇所謂嘅，因為佢真係都中意推廣吉他，但我啊覺得，哎呀，專登要翻成早粒鐘，咁你有幾個人？因為有幾個人唔係阿二教嘅問題啊，嗰幾個人又可以互相切磋啊，鼓勵啊，就冇咁悶啊，OK， 當然啦，亦都可以防止發生呢一個辦公室性愛，即係唔係辦公室愛情啊，有咩所謂？學校愛情嘅行為啊。侵入我哋玩咯。咁啊，如果有一定資歷嘅或者舊同學咧，可以報我哋嘅第四期進階班。如果完全冇經驗，我最中意嗰啲完全唔識嘅零啊，直情係零嗰啲最好啦。咁可以報我哋初級班，平一嚿水嘅1600蚊，有10堂百幾蚊一堂，今時今日算係咩咧？你諗下，屌！